过好看，可以欣赏客家民俗的表现方式，就像是左手推背、跳白筋、把书下。另外呢，还有客家民俗的歌谣，永远有人唱的《传统小跳渐渐发》。当然呢，还有最大的编制的乐团，为人艺术的歌曲呢来伴奏，拢几精彩，又几好听。千万莫错过今半夜的节目哦！树下来的